以大部分係嘛？嗱 ，OK， 咁佢哋對我嘅第一樣指控啦，咁呢啲係 exact wording 嚟嘅，佢哋真係咁話嘅。佢話指揮遲到嘅問題好嚴重，每次至少15分鐘，導致之後要延遲練習時間。咁因為第一同第二係相關嘅，咁情況而指揮係因為人數不足為理由而延遲練習時間，莊園曾向指揮反映意見，可是未有回應。咁即係第一同第二嘅即係嘅指控就係話，即係我遲到，咁但係話我遲15分鐘，最少遲咗15分鐘嘅，咁跟住就話我話因為人數未夠，咁開即係未開始得，咁即係對於我嚟講咧，我認為即係點講咧？第一，我唔記得我有邊一次係真係好遲過15分鐘嘅，我通常係我10點鐘我就會上去嘅啦。咁就算我食緊飯，我10點鐘點我都完，我會上去嘅啦。即係我諗係嗰啲5分鐘之內嘅啫。如果係你話15分鐘，如果我真係有超過15分鐘或者以上咧，我一定會打俾莊園嘅，即係我一定會打俾阿 Candice 話，我因為塞車或者因為即係可能之前工作原因，咁我哋幫我開住聲先啦。咁我一定會打電話俾莊園嘅。如果我真係需要遲到15分鐘或者以上嘅話，咁另外一方面就係、是。即對於我嚟講咩咧？即如果係即我哋合唱團係分8個啦，即如果你大家都知，即 soprano 係 first second， 然後 first second 同 so on。咁如果對於我嚟講係有人係唔齊，即有係有啲部係冇人嘅，咁我覺得係開始嘅時候都係其實即冇咩意思嘅，即對於我嚟講係即我可以開住聲，即一路等。咁但係如果譬如我開始我練習啦，而家分部啦，咁係對於我嚟講冇意思。如果係之後嗰啲人嚟又要再講一次，咁即其實係好唔 efficient 嘅，即我自己覺得。咁即係練習嘅最低人數要求啦，咁器材啦、場地啦，咁如果係延遲咗時間開始，咁係因為場地啊或者土嘅問題啊，咁即係呢啲就唔會係我嘅問題啦。因為如果係譬如個琴即係分部，我都未攞到前個琴落嚟嘅，或者我啲譜都未影完嘅，咁即係呢樣嘢唔會係我嘅問題。係啦，咁係啦，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指控係即係對於我嚟講係好唔 fair 嘅，因為即係我即係我會睇人數。如果大家即係如果大家係希望，其實我諗即係大家 member 每一年可能個遲到問題都係要傾嘅嘢嚟㗎啦，即係每一年嘅 AGM 啊，或者係每一年嘅莊園大會都係會講啊，點樣可以令到啲 member 準時啲嚟咧咁樣。咁但係如果係因為呢一樣嘢而將個責任推咗喺我嗰度咧，我就覺得唔係 OK 啊。好啦，咁